等一下唱一首，这看一下，我等一下我唱一首这个Yeah, Heavy is my brother， 因为今天晚上啊，因为下个月开始，不，下礼拜开始实体课就要开课了，那现在还是寒假班呢，就是实体课。那他今天晚上那个谁啊，那个我在松山社大嘛，那松现在能够帮我伴奏的就是松山社大那个同学，是大陆来的，他是算是很棒的，就是我学生里面算是可能数一数二的这样的。所以大陆人才很多，他那个大陆过来的，他是嫁到台湾来，他弹得很不错。那他常常帮我，就是以后我那个课啊要改成名字要改一下，改成那个我现在是标榜的是什么钢琴轻松弹嘛，对，以后啊要把它改成这个琴师培养班就对，或者琴师养成班也可以。就是希望每个同学啊都能够当个琴师呢，你光是弹也不行啊，光弹光唱也不行，你要当个琴师呢，琴师要懂得会伴奏呢，那你要会伴奏啊，会，当然你自己要会那个，要全部就对，要自弹自唱，要什么都要会就对了。那个同学今天晚上他要帮我伴奏这个 He and Happy is my brothers。那上次我那个现场唱的时候，我是打贝斯，我上课的时候因为他们弹琴嘛。我就打个贝斯，打贝斯啊，其实琴跟那个贝斯啊，他们真是绝配就对了。因为贝斯的话跟碰到钢琴的话真的是绝配呢，因为贝斯是低音部分，对啊，钢琴都是比较高一点，那两个配起来真的很棒呢。那钢琴呢有时候跟吉他配的会打架，懂吗？因为他们的音频都差不多在那边会打架呢，所以钢琴跟贝斯真是绝配就对了。以前我们在酒店做场子的时候，比如说我包个场子，对不对？然后那个我是弹琴的话，我老板的话，这个通常都会叫你再找一个人，那通常我都会找贝斯。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了，我们通常以前接 case 嘛，以前酒店的时候去接 case， 然后把它接下来，比如开始接的时候都五个人的嘛，五人小组，对，五个人的。就是钢琴、贝斯、鼓、吉他、萨克斯，总共五个人，这是最基本的组合嘛。可是慢慢开始开幕的时候一定是五个人嘛，然后慢慢生意越来越差了，对不对？然后你总是要删掉一个人，对不对？开始要删一个人了，删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啊，通常呢，就是那个你要看场子呢。如果说这个场子是属于年轻人的比较多的时候呢。你就是用把吉他留下来，这萨克斯把它删掉了。因为然后如果说这个是比较属于这种这个中年以上的那种比较演奏比较多的那种音乐比较柔的那种啊，那个通常都是用那个，那就把萨克斯留下来，然后吉他就删掉了，吉他删掉了。好，慢慢生意越来越差了，对不对啊？然后再删一个人的话。再删一个人就只有把这个，因为四个人嘛，你再删也只有把吉他给删掉了，或删，反正剩下一定是主，留下一个钢琴是一定留嘛，贝斯也是一定要留的，然后再来鼓手呢，然后生意再差的时候呢，你就再只有把鼓手给删掉了，就剩两个人了，就贝斯跟鼓手。如果再删的话呢，就是其实琴师啊面有难色呢，因为琴师一个人啊，就变一个人，他很吃力的。可是如果有贝斯的话，就很多曲子都可以做的，有贝斯差很多呢，贝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贝斯的分量啊，这个比什么，是同样吉他，对不对？吉他跟贝斯啊，你们可能绝对没想到呢。一般我们都喜欢当吉他手嘛，因为吉他很容易表现的。事实上你找工作的时候啊，贝斯的工作很多呢，比吉他绝对多呢。因为吉他如果说，因为钢琴是最重要嘛，通常一般酒店比如 piano bar 什么东西的都是钢琴主角嘛，那钢琴的话就通常会找的话一定是找贝斯，他不会找吉他的，因为吉他跟他，我不刚刚不讲过，他们的都是有点冲突呢，音语也都差不多呢，然后走的路子也都差不多，所以两个冲突呢，一定找贝斯，所以贝斯的工作很多呢。贝斯比那个吉他的声音那个工作比较多，更多就对。好了，这些都是那个你们可能都没办法体会到呢。
这个就是这些这上就是乐队里面的这个这些秘辛呢、啊，这样子。好，那他今天晚上要帮我伴奏这个 He and Heavy is my brothers。我记得哦，上个礼拜他就照原 key 嘛，真的唱的太高了呢。我今天要到 F 调，降一个调，这样就可以了。对，非常好的，大家听听看。G 调。曲子哦，它这个和弦呢、啊，不是哆发西咪啦，不是这个哆发西瑞，不是，
这很麻很那个和弦哦，和弦不是一般的公式，还蛮麻烦的。就是它这个就是前面是哆手发收了，但是呢贝斯的话，这 slash chord 哆和弦下去的时候啊，我和弦是弹收和弦，但是我的贝斯啊是弹拉西啊。然后和弦拉的时候，和弦发的时候，我贝斯弹拉手，那中间有很多是升拉和弦，还有升收和弦，它其实还蛮复杂的，就是对。那个反正，你也可以找到谱可以研究一下，不过谱也是有一点点那个有点瑕疵就对了，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以唱片为主，对不对？唱片。但是唱片你自己你因为现在你们的功力还不够，我早期我也没办法，这弹这些歌的话我根本就是啊，这个搞得头都唱这些歌的话真的是啊，一看着谱看完以后那个也没办法，一定要盯着谱看，懂不懂？你们记不起来的。那现在当然是功力够的话就是很容易就上手的，就是所以其实当你有这种功力其实蛮愉快的，我不是常常强调吗？很愉快的。可是这种功力要磨练很久，这个要磨练很久。我常常讲二十几年少说呢，你不然的话你几乎都要看谱的。我刚刚 G 调嘛，我现在用 F 调来唱一下的。这个而且你一定要很大声，要用心的用力的唱出去呢。像我好像昨天还是哪一天呢？我是想要唱，可是那小力的话就是出不去了。一定要用点力量出去。我用 F 调，就是原 key 是 G 调嘛，我要 F 调 ，G 调实在太高，没办法。The road is long with many.To who knows where, who knows where. But I'm strong enough to carry he and heaven, he's my brother.His welfare is my concern, no burden he to bear, we get there. For I know who doesn't weigh me down.My brother, so on we go. His welfare is my concern, no burden he to bear. We get there.My brother, if I'm late at all, I'm late with sadness that everyone heart isn't filled with the gladness of love for one another.It's a long, long road from which there's no return while we're on the road to bed.
together. For I know doesn't weigh me down at all. He and heaven is my brother.真的，我一定要盯着谱看。我现在可以不用看谱，然后耳朵去听，知道吗？然后这个即使就算中间有点跑掉，你还可以跟得上来呢。这个真是不简单的，这个就是要时间磨练就对了。好吧，所以说这个以后啊，我这个通常我上课的时候啊，我是就是基本上我就是弹贝斯就对。我上课的时候啊，然后他们上来帮我伴奏。伴奏，那他们就弹钢琴嘛，这样的。那你会一边弹钢琴，我在唱的呗，我在弹贝斯，那你们都会感受到很有成就感，这样子，对，不一样啊，就跟那个，所以以后我就打算就是我的名字，上课的名字要改成这个琴师培养班，因为你们就算你们弹个和弦，对啊，就是好像 Beatles 这样的。以前我上课不是你们这个认真一吗？认真一，认真一就这样的，你就这样弹呗。抖发抖发，对。那然后我就这样的 ，imagine that no heaven is hard to do,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我就只教了这前面这样的抖发抖发，可是你们就有，你们只练个抖发抖发的，可是你就这样弹就够了，你马上就感觉到，哎呦，这个好像蛮有成就感的。就和弦，实际上和弦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光是弹一个哆啦瑞手好了，就哆，对不对？那我就唱一首歌呢。Like a long, lonely stream, I keep running for the dream, moving on, moving on. Like a tide, troubler, I've been rolling since my birth, moving on, moving on.Sun, where there's hope for everyone, where my poor restless heart got around. There's a place in the sun, and before my life be done, gotta find me a place in the sun.你只要会弹哆啦瑞嗦，你就一直弹到底的，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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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就这样一直弹，然后我就唱进来，我打个贝斯，这样子就完全是，事实上乐团也就是这样的，你就等于说是弹的这个和弦嘛，吉他里面的和弦吉他嘛，对不对？打 chord， 弹 chord 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中间有一个 solo 啊 ，solo 吉他是。其实乐团有两把吉他，一个是弹和弦而已，就打拍子就好了。那另外 solo 吉他，他就偶尔插个音啊，这样子。那贝斯在鼓手，然后主唱，对，
那你们就当你们就这样弹，然后你这样弹下去，你会有成就，你就会觉得很愉快，对不对？你就是好像自己原来是和弦这么重要呢，你可以体会到，就好比刚刚那个谁啊，美辰，对不对？那我叫他练个，他练个 F 调就对了，也没错的 ，F 调他弹熟了。那个假如说是他弹西部的。